导捻猴用法主要是用以夺取兵器和散手里打对方的裆或者人多的时候使用。一个人从背后拿枪朝我的颈上扎来的时候，我以右手牵住对方，然后以左腿跨过右方。 然后用左肘向上提，右肩向上提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对方向我后边推来的时候，对我往前斜肩，然后以右脚打他裆部，啪这样子猛击他，这样可以使对方受伤倒地。好。 导捻猴，下接白鹤亮翅，斜行，扑底筋。 扑底筋在用法上大致分为10个动作，这里需要向大家讲明的就是一个动作和两个动作。当到了这里的时候，突然变右脚扎住对方的脚，然后向下扑去。 再有一个，当和对方推手的时候，可以以右手抓住对方，然后向下扑去。这就是扑底筋的用法。扑底筋下接三通背。 三通背，单边，云手。 借云手，三通背，在散手里，主要就是，当他以右拳向我打来的时候，我突然挂住他的右背，然后以右手。 挂住他这里，然后带起他，然后再把他头朝下翻下。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在推手里使用呢，主要是当我们两个人推手推到转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是他的小背。 挂住，然后以右手背到这里，然后突然摔下，突然摔下，这个在演练当中要慎用。如果不小心，对方的胳膊就会弄断。云手的使用主要是为了躲避枪法，因太极拳里还有一个秘传，就是26臂枪法。
就是看你灵不灵，这推手里还可以使用云手，对手以右拳向我们打来的时候，你不要慌，再打。哎，对，你尽管使你的劲，哎，尽管使，尽管使。哎，这就是云手的用法，它不怕你拳中，就是看你灵不灵，哎，就是看你灵不灵。在推手里还可以使用云手，对手以右拳向我们打来的时候，我们以右手的跟节接住，然后以右手向他的软肋之处打去，这就是云手的使用方法。下边将高抬马，右拍脚左拍脚，云手。 高抬马，便右拍脚，便左拍脚。 在古时打有18种打法。今天我们在这里是简单的举例3个高抬马，最常用的，也是一个初学推手入门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招。 第一个高抬马，到这里形成三角镜。第二个高抬马，头部高抬马，不打倒你啊！然后扎住他的脚，然后打倒。 为头部高探。第三个李高探，他是在太极拳推手里最常用的一个招式。好，当我接住右手拍他的背部，右脚。 打他的左脚，是对方扑倒。右拍脚，推手的使用。好，这就是右拍脚的用法，往后退，然后到这里，这就右拍脚，然后手捻下，脚提起。在一个躲兵器上，他还有个用法。 就是踢肘，当对方拿着一个匕首向我刺来的时候，我右手腕挡住他的，然后右举踢到他的肘上，然后这样子踢上他的肘上，这个肘结旋受到重力以后，对方这个手就会麻掉，他的手拿器械的手就会松掉。 左拍脚，然后以左脚踢向对方，踢他的软肋。
这就叫上打咽喉，下打阴，左右两肋合中心。上臂下列接风眼，脑后一吹走正环，这就是太极拳这个左右破脚的用处。左拍脚以后，提脚转身，然后左蹬跟，左蹬跟。 然后再旋转，然后再打一锤，称为极地锤。极地锤，借骑马架。骑马架借二骑脚，借二骑脚。左蹬跟顾名思义，什么叫跟呢？就是自己的脚到膝盖以下这一段为一个人的跟。如果这个跟要断了，那么你就会倒地，或者说你搞不成太极拳了。推手里蹬跟呢？ 当转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左蹬跟应该起脚蹬到他这里，蹬他的耻骨。蹬到这里的时候，脚啪一下蹬下，然后啪蹬下，他就会受伤。蹬跟之后为极地锤，极地锤主要是打对方的脚面。 对方很有力气，如果用他的右脚向我们突然飞起一脚踢来，我们可以搂住这个脚，这个拳可以打他的脚面，会打他的耻骨，他连骨，这个就叫驻兵打他的驻兵。所以如果你这个拳头如果打上，就不打断也打残废了。如果我现在向他突然一个直拳。 打去，哎，对了，他敢往后退，或者是不退，我这个手往下搂住他这个腿，然后啊，就是他先打下，先打下他这个脚，把这个脚面给他打坏。骑马架的用法，他主要是一个是推手，一个是散手，再一个他为二七脚做准备。哎，到这个时候。 打他个骑马架是最好，因为他打他个回劲，就是他回来的时候，我啪，这个用这个打这个回劲，打他，这个骑马架带他的时候，然后回来一用劲就会把他打倒，哎，就会把他打倒，这个就叫骑马架，骑马架，然后走。 二起脚，包起蹬跟，然后走右蹬跟。 极地锤，嘿，抱虎推三，单边，二踢脚，它的使用主要是踢对方的下坡、下颌。 所以，在练二踢脚的时候，要求气要整，要踢得高，这就是二踢脚的要求。再一个，在踢高的时候，如果你没打好，就是你的腰没有休下。
没合住，所以二起脚，在演练的过程中，应该有一定的高度。他的高度最低必须得能踢五尺高，然后才能使用。如果对方以拳头或者说是匕首向我刺来，然后手隔住，然后以左脚踢他的这里，然后以右脚踢他的这里，然后形成一个连贯的动作呢，就是这里一打开，啪踢上，它是非常实用。接二起脚，然后分门桩。 踢左腿蹬蹬跟，然后踢过转一周，再打方风贯耳，再打右蹬跟，再打合手击锤，再打击地锤。 抱起蹬跟的用法，它可以分为，一个是推手使用，再一个就是散手使用。然后以右脚或左脚蹬跟往后一带，然后再蹬。散手的使用可以遍步。 我用右脚，也可以蹬他的跟，就是啪这样子蹬下，扎在他的腿上，使他扑倒。方风贯耳呢，对方抓住自己的裆部的时候，只有1秒钟或者半秒钟的时间，自己来解脱。实际上，它为一个解脱。 我打对方，对方挡住，以左手抓住裆部，对，那么自己必须得脱手，然后以两个手、两个拳对他这个方耳，或者以掌为中部齐名，这个打上方风贯耳，以掌心，掌心必须得是空的，然后打上方风贯耳以后是右蹬跟。 右蹬跟的使用，这个铜钱和左蹬跟是一个道理。右蹬跟以后是合手击锤，合手击，以右拳打在自己的左掌上为合手击，然后自己再打击地锤。 然后走，抱虎推山。合手击锤，在表演当中，第一必须得架子公正，再一个劲必须得足，然后在使用当中它才会凑效。两个人推手，为了使对方。 受到伤害，必须得用正锤来演练或对付他。到这里的时候，自己这个手右手打在这个拳上，这就是合手击锤的用法。合手击锤，走，击地锤，抱虎推山。 抱虎推山，主要的用套腿来完成对对方的击击。到这里以后，自己用右腿跨过
他的左腿，然后突然用劲，就是抱骨推三。因为抱骨推三的劲，就是往前往上，往前往上。那么散手推散手的用法呢，它主要为三角劲向人较劲的时候突然发劲，把它击倒。如果对方 以双拳照自己的胸脯上打来，自己这个时候以左右掌带住，然后自己身子跟上，围住自己的身子，然后再向对方打去，非常才能凑效。抱骨推三，后走单边。 单边变野马分鬃，推一圈，两圈，一、二。 三，前招，后招，玉女穿梭，何首锤。野马分鬃，在太极拳的技击上，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动作。 它主要用于散手和推手，推手主要有一个挑劲，走推。 跨到对方的裆内，以右手挑把对方挑起，啪！加右腿使他倒地，然后这里，然后挑住他，然后使他倒地。这是野马分鬃在推手里的用法。 那么野马分鬃在散手里用是最多的用法，一个是用靠，一个是用肘，再一个还可以用膝。哎，两个人在推手的时候，或者打这个散手，脱开，然后对方以右手跟进，打来的时候又。 然后自己以右手拨开，然后以右脚管住对方的左脚，然后以靠打上，这就是野马分鬃的用法。还可以从内里打他的野马分鬃，来，一。 内里打野马分鬃，他以左手向我击来，我以左手拦他的左手，然后再以右手上去，然后从内部，然后打去，这个是野马分鬃。 前招和后招的用法，
前兆和后兆在太极拳里，在古时候主要是开门。什么叫开门呢？就是两个人对垒的时候，两个人就会有一个架势出现。这个架势也可以讲是自然的和不自然的。 它主要有来源于三手，所以前招主要以打击对方的咽喉部或脸部或挑他的裆部为主，所以两个人在推手里。 他是怎么挑他的裆部或挑他的下部呢？好，就在这里，他突然用狐狸精挑上他的脸上，啪打上。如果没挑起他跟来了，然后就退步。 然后，这个势就叫前招，等于说它是一个开门式。那么后招呢，主要是打后边来的人，后边来的人，小李过来。如果说现在我和前面正两个人正在弄的时候，背后一个人来推自己的身子和自己的右背、左背。 推上，哎，对，他这个圈，你看这样子一转，然后这时候搂，捏住他这个，然后突然带过前面，这个就为后招，所以他在弄的架子方面，这个就是后招的架子。那么走运气穿梭呢？运气穿梭就是会用出很多，现在。 为了避免伤害，就是没有人在那样子做了。当叫来的时候，如果对方一拳打来，我以右手或右背做右压，或者说是叫一个小圈，叫一个小圈，然后这里以二龙戏珠出现，点上你的眼睛。 这就是套勾点，哎，这就是套勾点，所以这个，那么在具体实质里怎么用呢？这里只能作为一个表演，不能模仿和实践。擦，这样子是一圈，然后以。 左手点向他的眼睛，这叫运气穿梭。如果说他后退了，然后这个手就翻过去打上他的咽喉。如果说他这个手把我的手抬起来了，对我与左手搁这里穿出来右一下，这个就叫运气穿梭。运气穿梭，借合入锤，然后。 走，懒杂一，六风四臂，走单边，走云手，然后走叠叉。 走叠叉，然后走金鸡肚立一，二，走金鸡肚立，走导捻喉。
胸，玉女穿梭到叠刹经济独立，只有两个式子。那么叠刹的用法，在旧社会也可以讲是蹬对方的根部，或者是。 一个人向我们打来的时候，我们会踩拿他的腿，再蹬跟。如果对方打我一拳，踢我一脚，然后以右腿踢我的时候，然后我搂住，一个是可以把他踢倒，再一个。 就是两个手捧住，然后这个腿啊，就蹬他的这里，啪蹬下，这个就是叠刹的用法。如果你往后跑，他就会跟上，蹬下这个腿；如果你不跑，那就把你蹬下。这个就叫叠刹。在旧社会，他跳这个是要跳高的，就是搂起以后。 他要跳起，然后再打下。那么现在，为了这个锻炼身体，保留这个架子的原样已经很少了，只有这个架子还有，别的已经没有了。经济独立，经济独立，他。 经济独立，打，这个是经济独立。这个经济独立呢，一般说来打下的时候，一定要以膝接打到他的肋部，这个一般人是受不了的。所以讲，在这里啊，应该有一个，你看啊，这样子打上，他是非常厉害的，哎，他非常厉害。对方以一个拳头。 或者两个拳头打来，那个拳头也打来，两个手打上，然后自己这个手要霸住这个，然后以右气，然后向上打出去，这样子打出去是非常厉害的。经济独立呢，还有一个式子，就是画圈子，这个圈呢，就是右键和左键，这个想和。 想转，就是以大拳走小圈，这个用，这个就是当人向我打来的时候，我以轻灵以引刚，然后可以掌握时机，把他带过来，然后到这里，把他杀倒，这个就是经济独立的用法，这个就是经济独立的用法。你用你的右手。 向我打来的时候，哎，但是呀，你看我这个以右手牵住他这里，以左手带住他，然后以右脚扫他的脚，你看，啪。如果对方以左手或者是不管哪个手打来的时候，自己要接住他的手，然后这个手奔圈，就是他是转着一圈。 这一圈呢要转圆，但是也可以变为三角形，所以这个手很快的是搭住他的肩膀，然后以右脚扫他的右腿，所以带下的时候就是啪这样带下，他会很快倒地，这个就是经济独立的用法。
单摆连的用法，主要是在推手里。到这里的时候，以掌打在对方的肚子上，右手握匕首向我突然刺来的时候，自己左手先擒住舌头，然后以右手带住旋转，然后以右脚。 踢他的肋部，或者是掰他的右肘，使对方把手中的气节松去，或者是直接用于摆腿。如果对方你手来，你看得非常清楚，你可以直接用摆腿打他。来，一。 然后从这里，然后啪一下子就会把他的匕首踢掉。这个在太极拳里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子当锤，走金刚倒对，走金刚倒对，然后走。 懒扎一，走六弓四臂，走菩提金，走翻花子当锤，再走金刚倒对，子当锤。 主要用于推手和散手。推手里用脖子温身打法，所以太极拳里上代宗师给我们交代，就是要注意掩盖对吞，哎，掩盖对吞，推脱带领，这个都是太极拳里。 秘密不传的东西，什么叫威呢？就当对方以右拳向我突然打来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的就会隔住他，就四两剑就隔住了。然后呢，以自己的右拳，然后向他看住他的这个右手或左手。 然后向他的裆部打去，啪打去，他是非常厉害。这个是子当锤，子当锤走，翻花子当锤。
半化直浪锤，在推手里使用，主要是打击对方的过劲。当对方这就过劲都出现了，然后自己用左手扼住他的颈部。 做铺底筋，然后穿起上步七星，这个就是做铺底筋的用法，然后左脚。 踏住对方的脚，然后这里走的时候，突然发劲，是对方扑倒在地，它也是太极拳里一个大招。那上步七星呢？它主要是打你的裆部和上打咽喉，下打阴。 如果说对方突然一拳向我发来，然后呢，自己先打他的上部，如果他想后退，这个就向下挑他，往上一挑，然后左手再挑上，再打上，这个就是上步七星，上打咽喉，下打阴。 他很厉害，从上步七星走下步垮虎，下步垮虎。 在太极拳推手里，在旧社会，一直到新社会，它是一个很著名的招式。下步垮虎推手用法。下步垮虎已经到了啊！ 以左手各对方的左手，以左手分对方的右手，然后一拳击下。这就是胯虎锤在推手里的用法。那么在闪手里怎么使用呢？闪手里就是胯虎锤，哎，胯虎就是好像。 胯虎跨一只虎而已，哎，跨一只虎而已。这个在城市里火都不显著，这个招式都不显著，阳市里也不显著。这个只有咱们这个拳里啊，它很非常明确。两个人在缠手的时候，非常沉稳的缠手，然后到了这里的时候。 一压他，这个就是胯虎锤，往前一跨，腿还可以套住他的腿，然后打上，哎。
地下形成三角，上臂形成直拳。这个就是胯骨锤的用法。从胯骨锤走喜牛望月，走喜牛望月，喜牛望月，再走双摆连。 双摆连，然后走探胯锤，双摆连，在推手里。 和散手里的使用如下：喜牛望月，在古时文献是个很著名的打法，它有一个别名，也叫小鬼推磨。它的用法就是到这里是对方得到旋转，然后。 是对方跌倒。双摆连呢，它主要是个踩拿动作，哎，主要是个踩拿动作，在推手里使用呢，主要在这里。双摆连的用法到这里，这个手按住它这里，然后向下按下，然后以右脚呈摆连式击你的胸口。 这样子打上，这个就是双摆连。那个在散手里，如果对方手里拿有兵器或者是器械，自己性命攸关，一定要注意。如果他以左手匕首向我刺来的时候， 我可以很巧妙的不挨他，以这个右腿摆下，踢向他的手腕，他就会把这个匕首松掉。还可以变成切腕。什么叫切腕呢？如果对方拿匕首向我刺来的时候，自己这个感觉必须得有一个适度，就是左手突然刺来，对。 然后我以右手直接打上，这就叫切手。探花锤，探花锤已经到了，到这里两个手压住，然后突然变径，成为三角径，向下压去，然后打上。 如果对方以双手向我头部打来，我可以遍布探花锤。双手打来的时候，我可以遍布，然后形成三角，然后打下。这就是探花锤在推手和散手里的使用，也是太极拳最后的一招，就叫探花锤。好，结束。